李尚福说，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和铁杆朋友，我们应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，密切各领域合作，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。两国空军合作成果丰硕，双方要利用好雄鹰系列联训平台，进一步提高协同能力。巴博尔说，巴空军愿继续同中方深化在作战、装备等领域合作交流，为共同应对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挑战做出积极贡献。